Hello， 大家好。咁今日咧，大家见到啦，呢度有无数张嘅 Pokemon 嘅牌啦。咁我就打算开一开，睇下入边有啲咩嘅，系啦。咁我行匀大约3-4间岛嘅铺头啦，咁有啲咧就冇呢一只嘅，有啲就冇呢一只嘅。咁所以我就周围揾啦，周围行下睇下，即系周围揾下边度有得买呢啲卡啦。咁俾我揾到有一间铺头有卖嘅。好啦，咁我哋逐个嚟啦。呢一度咧系 S M 8同 S M 9嘅，系 S M 8同 S M 9。O K， 好啦，咁我哋先开中文版先啦，照旧。边系普通边嚟嘅，系啦，冇睇错嘅话，咁啊，科斯莫古啦，阿罗拉穿山鼠，水能量啦，半丁。喂，唔系，我第一张系老翁龙 G X， 老翁龙 G S， 场地吹风机，啊，花舞鸟，啊，科斯莫古就系咁啫。咁第一张就系呢个老翁龙嘅 G X 啦，我唔知道有咩用嘅呢啲啊，未睇。咁第二包嚟啦，第二包球球海之大奶罐，我见到有条银边啦已经哦，大奶罐啦，基本草能量鬼师，哎啊呢、這个嘅沙耶宝啦，细沙宝爷啊，咁就系呢个普通闪啦，猫啊球球海之。好啦，咁基本上入面咧就系呢一张嘢啦，啊保底啊嘛，呢张叫做好到第二包，好文望鲤鱼王啦，下潜啊，鲤鱼王居然有特性，基本能量阿帕蛇，肯泰罗 G X 啊，肯泰罗 G X， 咁之后后面嗰啲系咩啊？超级回收果然用文望系啦。都好啊，有两张 G X， 其实都还好啦，即系五包入面抽到两张 G X， 我觉得呢个几率都 OK 啊，唔错啊，啊真系唔会话系好黑仔嗰啲啦，我自己过得去啦，过得去啦，作为呢个收藏嚟讲啦，我系啦，好嚟啦，第一个庸福啦，基本能量火，迷你龙啦，科斯莫古，古代水晶啊。虚无之海爱爱修庸福系啦，咁啊呢一个咧就系闪闪地嘅古代水晶啊，最后一包啦，睇下有冇好东西可以出到啦，嚟啦好东西，啊嗰啲好东西可以出到啦，各位，嚟啦列雀第一张绿尾，呢一绿尾系听闻都几好用嘅，因为佢系唔需要能量就可以。抽出最多两张精灵，给对手看过之后加入手牌啦。咁即系话，其实呢一只嘅绿尾可以当系一只俾你系draw卡啦，即系抽牌嘅一张卡嚟啦。好啦，下一张基本能量南瓜灯，古代水晶竟然系两包，喂一样款嘅咩？吓、啊、雷吉斯奇鲁，哇！OK， 两包古代水晶喎，仲要两包都系念谂埋呢个虚无之海啊，虚无之海嘅虚无之海，唉，好啦，咁啊抽咗晒啦，咁就中文版系啦，咁啊第一包坎泰罗啦，第二个就系呢个嘅沙宝啦，第三个就系老翁龙啦，第四个就系古代水晶啦，第五个紧随其后都系古代水晶嘅。其实呢个机率我觉得都还好啦，因为都有两张 G X 啊，两张 G X。咁但系我唔知呢两张 G X 有冇用啦，因为老翁龙我见人抽咧都唔系话好 like， 咁肯泰罗就应该都唔算话太多人用嘅，我相信吓，可能我唔知啦。OK， 咁我哋中文版抽晒啦，咁咧其实就我喺另外两间咧系啦，啊唔系，我系喺三间铺头系啦，买咗三间铺头嘅卡嘅，咁我哋先开呢一包啦，咁呢一包就系开始已经系尾版嚟啦，呢一包系喺。冧埋个中文版卡包嗰嘅时候买嘅，我记得应该系呢一个啦。好，希望系好嘢啦，我摸落好厚嘅，摸落都厚身嘅。好 ，OK， 一开已经系有只胆小虫喺度啦，胆小虫，庸福啦，纽拉啦 ，OK， 纽拉呢一个嘅呢只叫做甜腩尾猴嗰类啦，甜腩尾猴最低嗰只电电虫。哦，鬼剑啊，双剑鬼剑，我、哦、有张金卡喎、哦、，recycle energy 喎、哦，哦呢张 OK 喎、哦，好似几靓喎，我仲系喺呢张闪添，
我第一张就抽到呢个 energy 卡啦，金卡啦。咁有十包啦，应该系有十包喺奇趣天地度买嘅。咁奇趣天地我哋挤最后咯。奇趣天地，咁奇趣天地其实如果你系住附近咧，咁喺嗰度买都可以，不过就偏贵啦，系啊偏贵。呢、這个应该 SM 九系嘛，好似系 SM 九嘅，冇记错。OK 啦，咁啊，我哋就开呢一个啦，开呢几个。其实我觉得呢个几靓嘅，呢、這个紧贵加迷二 Q， 唔好意思，我唔系近紧贵，我睇迷二 Q 啫。系啦，我咧留翻最后先抽啦，呢两个紧贵，我系抽咗呢一个 Team Up。卡比兽三包都是一样，三包都是卡比兽和伊贝。好了，我们来了，抽嘢啦，各位。好 ，OK， 来了，第一包是游基拉、喵喵怪、尼多兰、咩利扬，哦，草干，哦，又是鬼剑，下一张。哦，阿罗拉的椰蛋树啊，冇啦，降系的能量啦，鬼盆栽，呢、這个应该是森林啦，大火马 ，OK， 好啦，咦系、哦，可以看绿色呢一张、哦，睇绿色呢一张就知道有冇好嘢、哦，咁我哋开埋下一包啦，继续。其实我感觉上咧，好似可以摸到个厚度嘅，即系摸到个厚度嗰个有冇好嘢咯，听人讲话摸得厚度咧。看它厚不厚就知道是不是好东西。 OK， 我們先看最后那张、啊、最后那张是绿色的、這個啊、好，我們已经知道了其实应该没什么好东西了。青龙钟、这个锁匙扣啦，波波啦，电鼠啦，导电飞鼠、袋龙吸本小丑电能量，这个是不知道什么，这个是滚动岩啦，多次高石兽啦 ，OK 冇啦，系咁多。点解又系呢一个喺头嘅？点解又系呢一个喺头嘅？啊，佢都系绿色啦，吓都系绿色。咁又系游基拉嘅，见到秃鹰啦，蜥蜴啦，哇，毒角虫哦 ，OK 喎，大狼犬火能量，洋葱大葱鸭啊，迷你龙啦 ，OK 冇啦，小火龙喺度。好，首先睇下呢度。是绿色的是绿色的，有小火龙啦，马骝啦，猴怪啦，火斑猫啦，导电飞鼠啦，波大比鸟，呢张是大比鸟，啊仲有一张呢度，狗尾降系能量啦，哇呢张咁呢张个画风咁有趣嘅，啊呢张几有趣嘅个画风，呢、這个系镰刀盔，啊冇啦，跟住就好啦，嚟啦。睇下后面嗰张先，啊后面嗰张，诶、欸、绿色嘅，好啦，咁啊冇啦，紧鬼啊唔系唔系，烂泥兽啦，科斯莫古啦，火斑猫啦，烂泥兽啦，蛋蛋啦，电虫啦，化飞啦，超能啦，跟住呢个系草之记忆，老豆猫，好冇晒，呢一度咧分开五包嘅，分开五包嘅，冇乜好嘢啊 ，OK。咁呢一个就係头先单独喺中文版度买嘅一张卡啦。好，另外呢一度呢就係喺呢个叫做奇趣天地度买嘅。奇趣天地我嗰啲摸上手都算厚厚地，希望有好嘢。咁我呢其实都想要紧鬼同埋迷二 Q 嗰隻嘅。所以要紧鬼同埋二 Q 嗰隻。咁我哋试下睇下冇好嘢啦。OK， 咦仲有张。仲有张我见到绿色啦已经。是不是绿色啊？是啊，绿色啦，应该是吧？绿色。OK， 来啦。好，对木鸟啦，呢只唔知叫咩啦，火球鼠、刺角、刺尾虫、火狮、波波球，唔知呢只咩？普通嘢呢啲都系。第二包。诶、哎，呢张系白色嘅，睇下有冇好东西啦。好，第一张蜥蜴，第二张猴怪，第三张火绿尾，第四张熊猫，第五张车厘龟。呢度，喂、哦，呢张咩嚟噶？呢张好似好靓咁，我唔知呢张咩嚟，但系呢张好靓，都系闪闪地嘅。跟住下一张，哦，下一张都有 GX 嘅羊仔啊，三圣。
三件事的其中一隻，三件事其中一隻。好啦，冇啦，咁就好啦，冇啦。咁我哋摆翻最头嗰两张啦，系呢两张，我唔知咩嚟嘅。之后我会睇翻啦，当然呢条片完咗之后，我就会 check 呢张呢两张系咩嚟啦。OK， 好啦，好系睇下啲咩，白色嘅都系。好，我哋睇下啦，呢个嘅导电飞鼠咩嚟？核电系啊，绿尾电电猪，呢只唔知咩斑马。哎，阿罗拉嘅椰蛋树，下一张呢张咩嚟噶？阿彪，阿彪好似系阿彪，好似系咩净废啊？好似系嗰个整嗰个精灵箱嗰个嘛，即系挤雪柜嗰个仪器。下一张冇咯，已经系嗱眼仔啦，呢、這个唔知咩 Nilata 火斑猫，好冇特别啦。最特别应该系头先嗰张闪呢张啊。啊！呢张闪啦，同埋呢张船，呢张应该都系普通嘢啦。呢张啦 ，OK。好，灯好，收档绿色嘅猫仔啦，电鼠啦，好咁啊！大甲呢只系叫做唔记得，哦，紫渊塔喎、哦，紫渊塔喎、哦，呢张牌系好啦，冇特别。好啦，拎咗出嚟。其实太厚咧，好难拎出嚟。好，绿色嘅，绿色嘅迷你龙、小科马、阿罗拉野怪、阿罗拉臭泥啦，跟住草干啦、电珠啦。好，冇特别。Team Up 卡包，最后一包。好啦，叮，白色，最后一包系白色嘅，各位。好啦。耶！呢个嘅椰蛋树啦，游基拉，喵喵过嚟。呢只系椰利多兰，急冻鸟，下一张鲤鱼龙，再下一张钢系嘅猪，我冇咯，冇咯，咁就冇咩特别啦，好多都系咪应该冇咩特别啊？最特别应该系呢两张系嘛？系呢两张应该系最特别。跟住其余就普通啦，普普通通啦。吓、标呢张我都唔知系咩嚟嘅呢张，理论上唔清楚啊，未用过，未见过，新手未见过啊。咁但系头先中途开咗 team up， 咁而家开埋剩低个四包啦，剩低个四包。喂、白色嘅，白色嘅，啊冇机会啦，喂，仲有一张喎、啊，顶，仲有一张未拎。好啦，白色嘅第一个系文网啦，第二个系灯笼鱼，第三个系呢只唔知叫咩，呢只啄木鸟啦，呢只系熔岩虫啊，哦，熔岩虫 GX， 竟然系你啊，熔岩虫一 set 嚟噶，仲有张巨剑螳螂，但系应该冇咩特别，咁 GX 熔岩虫应该系最特别啦喺呢度入面 ，OK 啦。好，绿色嘅第一张已经系伊贝呢条鱼咩利羊啊，仲有一个钢蚁咩利羊小小象雪拉比，咦呢、這个雪拉比呢度有粒咁嘅嘢嘅，点解我唔知呢个有咩分别？呢、這个咪二 set 个图案嚟啊？玩开新手牌组嘅我并不知道呢啲系咩嚟。好啦，冇啦。咁啊，呢度最特别呢度绿色噶嘛，系咯绿色嘅。最特别就系呢个雪拉比啦，雪拉比。好啦，嚟啦，先睇下呢张白色。好，呢只嘅鲸鱼啊，喇叭花喇叭。好，灯笼鱼呢只系叫做唔记得叫咩？蛋蛋猪，蜥蜴王，下一张。哇，个优卡个优卡 ，OK， 呢个唔知咩嚟啦。好，咁我最特别应该系呢两张啦，蜥蜴王加个优卡啦。蜥蜴王应该系呢个，应该系喺呢个 PDCG 牌组入面有嗰只系嘛？唔知道啊，呢、這个个优卡啦，个优卡。好，好啦，最后一包啦，各位。最后一包是冇任何迷二 Q 喎，吓应该系有喎，据我所知。
居然冇，播都啱嘅，有咁容易抽到嘅话就好啦，真系有咁容易抽到嘅话就发大达啦。睇下有冇机会海底捞鱼啦，各位。啊，唔好意思啊，白色呢个嘅小朋友啦，绿尾啦，阿罗啦，绿尾啦，暴露犬啦，呢只啦又系火球鼠啦。咩你羊啦、啊？下张哦，雪米再下张，草系能量再下张，冇咯，胡雪雪哦，冇啦。好啦，各位分类完啦。咁啊，呢啲系属于比较少少闪嘅精灵啦，少闪啊，少闪嘅精灵牌啦。咁啊，入面咧全部都系精灵嚟嘅啊。跟住就 support 嗰啲就呢度冇 support 嘅，全部都系 base 重嚟嘅，最基本嘅重啦。跟住就一张呢一张嘅金色嘅 recycle energy 啦，两张嘅 GX 啦，吓两张呢一个系 GX， 呢 GX 几靓其实，一张 GX 几靓，睇到啲边几靓啊吓，但系可惜唔系迷二 Q， 唔系好高兴。我跟住到呢两张。呢两张都是不知道的，因为没玩开这里所以就不知道了。OK， 跟住到中文版，中文版就全死了，都是算不算全死都不算的。一张的 Hunter GX， 跟住这个普通闪的沙堡，老雍龙 GX， 古代水晶，古代水晶，不知道为什么两多古代水晶。OK， 开了这么多了，基本上就。冇特別啦，已經冇曬啦，準備直接出去收噶啦，只迷你 Q 啊。OK， 咁我哋下次翻嚟再睇下拍啲 Pokemon 嘅 PTCG 嘅一啲遊戲嘅影片啦。OK。